Hello，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九一四，九九一四。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罗的福星宫。明天呢，大甲妈即将要在这里住驾。不过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随乡信徒已经陆陆续续抵达庙里面了。而且呢，如果大家有在观看直播的话呢，大家会发现信徒的背上或者是手上呢，都会拿着一个旗子。那个可不是一般的什么装饰品哦，那个我们叫做随乡旗。那个人是代表神与人之间的信物，然后代表自己的随乡身份，而且妈祖呢会派兵马在上面护佑我们随乡的信徒，所以这样听起来呢，这个随乡旗是不是就有一股神力呢？没错，所以并不是随便一面旗子，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随乡旗。在出发前呢，我们必须向妈祖禀告请旗的目的，在取得妈祖的同意之后呢，我们必须写上自己的姓名、住址，盖上大印，再绑上平安符，接着把我们的随乡旗或提供楼，还有我们的圣母炉顺时钟的绕三圈，才终于完成我们的请旗仪式。那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很多信徒的随乡旗，哇，生一个这大官，上面有非常多的黄色的小纸条，那些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我们来到一间庙宇，到底要拿着我们的进香旗来到庙里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仪式？现在就一起呢，就带大家去看看，他们背后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故事还有含义的哦。我们现在跟着这位信徒进去庙里面看看，到底他们手上的进香旗呢，每到一间宫庙到底都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过程以及手续？首先要盖这个印吗？是有什么意思吗？盖这个啊？嗯，啊、代表你有来咱这间太平妈，太平妈来给你保庇呀、啊。哎、哦、呀、啊，所以上面印越多，就表示你的这个绕境的那个经验越丰富，这样。这个让你自己盖，比较有那个成就感。哦，哎、欸，那这个是您自己准备的吗？还是对，这、就是我们对，我觉得。这我拢互恁家己登靠，这这黄色的算是平安符安尼吗？对对对。这就是放伫只号信徒家己把去伊的进香旗。进香有拿旗子的盖章，然后再拿一张这个布帘，绑在那个旗子这样。哦，保平安呢？他们每一间庙都有，就是每一间的一个都有都是代表。哦。对不？这登我的印啊。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对呀对呀。对呀、啊，看每一家的都不一样，对呀、啊，每家都不一样的。所以这有点像是所有庙宇的小百科，然后来到一间庙，我就收集。对 对, 对。哇、哦，那这厉害呢！全世界都没有的，只有我们台湾，只有我们台湾才有。还、啊、是基本是你自己准备的吗？就是在那个九天八夜体验营里面要下载的、啊。哦，超级有心。对呀、啊。每一间庙都长得不一样，所以非常有那个收藏价值，而且是亲自跑的，就是不一样。是这有什么特殊的绑法吗？没有啊，就看你自己想怎么绑就怎么绑，有的人绑八卦。所以每一年都要再把这些平安符卸下来吗？嗯嗯，正月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大甲妈祖庙把它有，就是去年的都解掉哦。要参加的话再绑新的上面。出发团嘛，禀报我们一路平安回到这边，感谢他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哦。回家事事顺利。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就会，当然是来到庙里面要禀报我们的妈祖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非常多信徒拿着他们的随香旗来请求妈祖婆的保佑。这个也是像是那种护照的感觉吗？小百科。哦，这样很有意义耶！我是不是也要开始来收集呀、啊？这样有心吗？哇，这个看起来真有历史啊！三十年啊！哦，大哥，这回跟咱的
台干嘛绕进营三十年啊？三十年。哦。哇，大家拢是专业专业。有什么特殊的绑法吗？还是就是把它绑上去绑紧就好？绑紧就好。绑紧就好。那个方法。刚刚有跟大家稍稍的介绍完随香旗了，那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忌讳的，像是呢不可以把随香旗带进厕所啊，这个应该大家就很好想象了。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不可以带着随香旗扔给咖。那就先预祝各位这次的绕境一切平安顺利，那相信我们的妈祖本呢会保佑我们所有随香的信徒。那这次呢也是 Joyce 第一年跟着大甲妈一起绕境，那沿途中如果有看到什么精彩的画面或者感动的瞬间， Joyce 呢也会尽量把它记录下来，那大家就下次再见。明天呢一定真的会非常多人，吃起来，吃便当配沙子。